找到個文字的樂趣，讓他知道、哦、原來文字好像可以唱歌那樣唱出來的、這個是一個、就是一個元素。第二個呢，我們在個舞台上要有一個很，我不可以說簡約，要有一個很清潔的一個舞台設計、令到個畫面有一種好像一幅畫的構圖在這裡、就其實是一種藝術來的。這個我覺得是見到個文